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同埋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嚟到第四節，系啦，未到第四節住。OK， 头先咧咁啊，讲到咧有一个地方都唔错嘅，即系可以无论你有个本去想即系同佢进一步发生关系嘅，唔一定嗰啲关系噶，系即系想想有即系识咗女仔就去 follow 啊，即系倾偈简单啲，又想饮下嘢，又唔想可能会俾人哋叫走啊，或者系静静嘅倾下偈啊，又想去翻。啲飲酒嘅地方飲下酒，輕鬆啲嘅，輕鬆啲嘅，又唔會咁戰場 feel 嘅，係啦。因為中環嗰啲通常我哋講 clubbing 咧，都係戰場 feel 噶啦，其實打仗咁樣，係咯，咁變咗就 soft 啲嘅，咁啊輕鬆啲嘅，即係 follow 啦，冇地方啦，飲嘅 follow 或者係想識女仔又得，或者識男仔都得嘅地方嚟，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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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尖沙咀，如果有出去玩開啊，飲開嘢嘅位。人士都會知嘅，如果真係唔知嘅，可以私信我哋問一下。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咁啊 ，Brian 如神咧就有啲嘢分享嘅喎。係啦，即係。但其實我嗰個係你個 friend 係嘛？即係你意思係識新嘅女仔同埋 follow 舊嘅女仔都有用啊？係啊，兩樣都有用啊。頭先其實頭先我想講話，即係若果譬如咧，有時我哋識咗啲女仔咧。咁你可能嗰晚識咗攞咗電話，咁啊之後約出嚟啦。係。咁好多時咧，即係呢個我自己之前都成日犯嘅錯嚟嘅，就係咧約咗女仔出嚟啦，就好純粹好單調乏味咁樣睇戲，然之後或者就行街，即係做一啲咧，即係冇 point 咁樣嘅好似。做一啲嗰啲女仔咧，可能經歷過幾廿次嘅嘢。嗯。都係其實你。搞到最尾咧，去咗全日街做嗰兩樣嘢，就係行街同埋睇戲咯，跟住就冇嘢啦。所以咧，食飯咯。但係睇戲嗰陣時可以做啲咩？睇戲就係冇乜嘢做到。點解咧？因為可能大家啱啱識咯。哦，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嘅。咁咧，但係咁，你等我講埋先。啱到你講，啱到你講。O K， 啱到你講，啱俾時間你講。O K， 因為咧，咁我就之後就。會咧約啲女仔出嚟之前咧，咁啊自己即係 plan 一 plan 先啦。咁但係咧，你最好唔好俾個女仔知道咯，因為你大家陌生人啱啱識咧，咁就你唔好俾佢知道你再去做太多嘢嘛。嗯，咁樣就開頭咧會即係諗定啊，去邊度啊，即係唔講俾佢聽噶咯。你可以問一下佢會唔會唔食啲乜嘢？嗯，或者對啲乜嘢？佢話唔食腸咁點啊？唔食腸咁我都冇諗住俾你食。OK。系咯， okay. 所以就跟住之后就会咧，每一次都准备大概四到五个地方咯。咁、可以系食嘢咧，其实可以分两四到五个地方食完咗之后，咁咪冇晒力咯。咁系好短时间嘅啫，冇晒着力、你唔会每日你通常几点咧？即系四到五个地方好多、多滞、好似即系譬如系咪会系约晚膳时间啊嗰啲夜晚通常夜晚嘅。咁因為咧，每一個地方都逗留好短時間，即係唔會食一餐飯食兩三個鐘啊嘛。係，食一啲好少嘅，可能食碗面啊，然之後或者食啲小食啊咁樣。但係咧，就盡量去多啲唔同地方。咁樣等到個女仔咧，可以同你經歷多啲唔同地方嘅嘢。咁你同佢去街嘅時候，即係同佢食嘢嘅時候，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人，遇到唔同嘅人同埋事啊嘛。你可以講下咯。係啊，其實呢啲經歷係你兩個人，唯獨是得你兩個人先識嘅經歷嚟噶嘛。咁我有共同嘅話題咯。嗯。咁跟住之後咧，咁你食嘢，通常我會食嘢兩道啦，跟住之後就去食糖水啦。頭先食嘢兩道，頭先先食已經係食面嘅咯，食完面咁仲有啲咩可以食到啊？係啊。食面仔咯，食面仔，跟住食啲小食咯。即係自己諗下啦，有咩小食？即係總之咧，你食完呢兩間餐廳都係一個正餐嘅飽度。你唔好话两餐都剩餐，两餐都剩一大兜面咁，两餐都锯把，咪咯咁都死啦。但系我又想翻下，如果譬如话我就冇乜钱 follow 嘅，又唔想使咁多钱，有冇啲咩可以经济啲嘅？其实唔好食贵嘢，你面嗰啲都系三四十蚊啫嘛。
三四十蚊食唔到啊！而家三四十蚊碗面喎、啊。但系第一次识佢话，好似会唔会有少少？我宁愿会唔会一餐比较精少少，好似打餐边炉啊，睇场戏会唔会精啲啊？睇开即系睇人咯，因为我自己咧、嗯，其实你话如果两个人就系长期喺同一个地方咧，我自己讲嘢系差啲嘅，因为冇乜可以讲、哦，因为冇乜可以讲、哦，你大家永远都喺同一个地方。然之後你見嘅嘢又少啲咁樣，見嘢一模一樣。你坐喺同一個位，兩個鐘頭經歷嘅嘢全部一樣。其實睇戲又幾好嘅，其實睇戲睇戲我就我冇試過，喂，都講埋先，跟住跟住啊，跟住食完嘢啦，跟住去食糖水啦，咁啊第三個啦，跟住第四個咧，通常都會去啲景點嘅地方嘅。嗯，景點係啊，夜晚夜景睇夜景啊，跟住或者去啲。总之有啲特色啲嘅地方。不过我心里面感觉上，譬如你咁样做嘅话咧，其实基本上条女都冧你，去得咁多地方同你去嘅话，其实基本上一出嚟嘅话咧、嗯，你一出嚟你都睇下佢有冇 feel， 你对佢有冇 feel， 因为一出嚟哇，原来夜场见到系咁嘅样，出到嚟哇，原来咁样嘅。咁呢个都咁你要拣一个地方去噶咯。其实呢个真系上次要搞定嘅呢啲嘢。系啊，你就你最上好似见佢嗰阵时候，你又觉你要睇清楚個樣。但我有經驗，就試過咧，係夜場有識到女仔嘅，咁、出嚟食飯咧，諗住打邊爐嘅，一見到佢哇咁樣，大佬跟住食碗雲吞麵走咗咯。咁係，我又再我試過咁樣情況咯。更加要食少啲。我試過賴個嘢咯。你一開波食兩、但我又唔好意思，但我啲 friend 話：喂，我有 friend 試過就話：喂，你個樣真係同嗰日唔同喎。咁誒，冇事，拜拜，即係走咗去。黐線啊！我就唔好意思，太衰喎。我就真係求其食啲嘢咁啊，叫錢啦，或者追人錢啦，因為出咗嚟啊嘛，唔係幾好咯。大家成年人啦，係啦，咁樣啦，做得核突啦，係咯。即係話有機會可能。佢你唔啱啫，佢啲 friend 可能 OK 喎，係啦，因為你殺咗一個介紹，係啦，抹殺咗任何一個機會，當同佢做一個朋友咯。因為女仔成有女仔 friend 噶嘛，咁我有機會下次再出嚟嘅。不過好多女仔咧，為咗保護自己都話：，我成日都同啲男仔玩嘅，就冇女仔 friend。或者可能帶啲女出嚟咧，就入過自己嘅。系啊，好衰嘅，咁啊唔紧要，好多都系都唔紧要啦。咁啊，讲翻你嗰单先，继续。跟住去到边啊？死啦！依家去到边啊？去到景点，景点啊，系。景点第四个，已经第四个地方啦。夜景啊，其实已经你嗰晚已经系经历咗好多嘢噶。嗯。但你时间唔系好多嘅啫，因为你食个碗面仔，其实都系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嗯。即系你成个过程大概两到三个钟头，跟住最尾咧，第五个地方咧会系一定有少少酒精嘅地方嚟嘅。嗯。OK。無論是一些清包，即是酒精治療嘛，能醫百酒精能醫百病咯，係啦。跟住你喺呢下放鬆好緊要，係啦，係啊。跟住你哋喺酒吧嗰度傾翻頭先嗰啲嘢已經夠曬啦。因為你都喺酒吧識佢噶嘛，咁你可以去酒吧嘅地方再同佢嚟到 round。不過記住佢選擇嘅地點都要好緊要，就真係唔好太嘈啦，梗係啦，同埋就唔好去戰場咯，係咯。地方唔好太遠啦，你而家頭先嗰四五個地方全部都喺附近嘅，你唔好話一個喺元朗，跟住去翻荃灣，跟住又去翻西貢咁啊死得啦，係等車。搭车嗰啲咧，你两个死得噶！你自己揸车咁话，死啦！揸车都揸车真系好，揸得更加冇用，都冇用啊！太远啦，冇你搵位泊车又样衰。系啊，点咧？揸完车饮饮酒好啊，你自己谂啦。唔系咯，系，所以你全部一定要，你大概咧点与点之间嘅路程咧，大概十至十五分钟。最尾由第四去到第五个点咧，可以长少少，大概二十分钟都冇问题，因为你中间好多嘢讲啦嘛，已经系。咁你叫去到饮嘢嗰阵时，咁就即系尽量。頭先食嘢嗰陣時咧，已經係開始掂到佢噶啦，即係盡量掂。食嘢嗰陣時點樣掂到？食嘢，我要學嘢喎，大佬。咁你揾啲叫揾啲，因為你食嘢同埋食嘢中間咧，可能會行街，咁你有水滴嗰陣時，你咪喂小心啲。其實過馬路嗰陣時咧，可能輕輕拍一拍佢啊，或者可能有車過，可能你扶一扶佢，都會 feel 到嗰種 gentleman。而你掂佢，唔好俾佢感覺你鹹濕佢先。係啊，呢個好緊要，試一試啊，又可以叫做。同埋要早過佢，早過佢，即係喺佢叫你縮手之前，你要縮手咯。即係我咁樣拉拉，喂小心啲，跟住咁樣就已經縮手啦。要，跟住但係你慢慢會慢慢增進噶嘛。你第一次咁樣，譬如。呢一下就係一秒咁樣啦，跟住之後再點咧就長時間少少，一路俾佢習慣，即係你自己感覺啦，慣性咗先啦，慣性咗掂你先。即係大概喺去到酒吧之前，你就要做到呢啲嘢咯。係啦，跟住去到酒吧再可以再掂喎。係啊，去到酒吧掂嗰啲咯，咁樣咯，跟住慢慢一路行上去咯，一路推上去咯。咦，係啊，其實都可以。你個 part 講完未先？差唔多系嘛 ？O K 噶，都差唔多。我想讲下，譬如话咧，去到 clubbing 嗰阵时，你咪第一下识到，咪倾咗偈嘅，可能会出舞池跳下舞啊，又成嘅话，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试探到佢有冇机会可以发展，或者系更进一步。唔识跳舞噶啦，点算咧？唔识跳舞嘅话，咁咪
咁样嘅狗仔式啊，系咯狗仔式咯，喺后面咯，系啦后面。咁其实基本上你 approach 佢话一齐出去跳舞嘅话咧，咁你都可以试下，轻轻搭住佢条腰都可以试下嘅。我讲嘅系你同佢喺吧台或者系。某啲時間傾得好投契嘅情況底下，呢、這個一個初階人士啊 ，OK，、進階點啊，一嘢嚟嘅咯喎，你係嘛？唔會一嘢嚟嘅，我冇你一嘢嚟嘅經歷好幾多。其實唔係咁講，因為話咁有啲冇詞識佢嘅話，基本喺冇詞識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都可以蝦咗佢識咗，因為嘈啊嘛。咁、你都係輕輕搭佢條腰，我就會捉佢走咯，捉佢走吧台咯，留埋吧台未走嘅，係咯飲嘢。OK， 咁你可以即係我當而家呢個程序就係啱啱好識到佢，咁、然之後同佢喺吧台。傾完偈啦，飲開飲一杯嘢啦，咁一齊出去跳下舞啊，咁亦都可以試探到佢係咪更加即係有冇意思可以想有機會發展又成咯，咁、你可以試下輕輕咁搭佢條腰，佢冇縮嘅，咁你咪可以。再更進一步咁攬翻實少少咁樣，跟住下一步點啊？挖啊嗰啲啊，捽下隻眼啊，捽下隻眼啊。咁你可以慢慢用試探咁，當然梗係一嘢梗係你唔好嚟揸佢噶嘛，係咪先？你會 feel 到佢咧，哇，好冧你啊！啲眼神啊，傾偈好投契啊，同埋好想同你傾偈嘅話咧，跳舞嗰陣時你可以不妨你可以更進一步，可能拖下佢隻手啊。你可以試探到更多嘅嘢，咁當你拖住佢揈開你嘅話咧，哦，原來呢個女仔比較含蓄啲嘅，咁你就唔好再，但又俾你攬嘅喎。又俾你攬啊！咁有景啊！俾你攬，可唔可以跳多兩個 step 得唔得啊？喂，攬，但系咧唔俾你掂隻手。其實唔係，其實要佢甩開你隻手嗰時候，你已經係唔夠快嘅。你應該要比佢甩開你隻手之前更加早縮開隻手。因為你其實你掂住係好難嘅呢樣嘢，我又未得啦，好難捉，係要 feel 到即係你掂到佢，然之後你想甩縮手嗰時候，我即刻縮手。即係佢想甩開你嘅時候，你即刻縮手，縮咗啲先過去嘅，先過去，先過去。因為人哋唔舒服啊嘛，你就掂住人哋，佢其實已經係忍咗你好耐㗎啦。你掂住我咁耐，咪咯？我要。揈開你之後，其實佢已經係忍咗好耐。不過有時啲舞，佢舞池跳舞，可能啲女仔咧，可能識咗熟咗耐嘅，佢都會磨埋嚟，都 feel 到嘅。如果佢挨埋佢跳跳下，挨得好近嘅話咧，得啦，你唔掂佢，佢仲嬲你添啊！同你講，專登畫你火柴咯，係啦，畫火柴係咯，係咯，最專登陳曉東咯，係咯，專登噶會噶，唔出奇。咩叫畫火柴？你問下。睇翻第一集啦，系啦 ，OK， 第一集同第二集咁上下啦 ，OK， 系啦，追翻啦，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即系有好多地方啦，好多景点啊要睇啦，跟住成晚咧就可以喺临尾一个酒吧嘅地方，咁就可以同佢讲翻晒头先所有嘅嘢啦，咁啊可以有无穷无尽嘅话题啊，咁但系如果系识女仔方面咧，咁可喺嗰个地方，即系尖沙咀我講的地方怎樣可以認識到呢，咁啊，陣間下一節啦，陣間下一節咧嘅時候再慢慢講少少俾你聽，係啦 ，OK， 好 ，OK， 一陣見。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